家好，我是 Gary 曹格，我支持澳洲新发模还有 V Play 网上电台。第一次来，Sydney， 对，真的，对，之前在那个 Brisbane 跟 Melbourne 都有演出过的。Sydney 第一次喺 Sydney 嘅舞台上面唱歌，所以有少少紧张。非常喜欢 Sydney， 然后，天气也非常好，然后也海鲜也非常的新鲜，对，所以我第一天来到 Sydney 就第一件事情就先去吃这个海鲜。其实今天，今晚我会唱一首，我下个月要发一张英文的爵士专辑。今晚会唱专辑里面的一首歌，就是新歌。对对对，就是还没公布的歌。首先这个环境就已经很特别。那之前在香港或者是在马来西亚，出席选美或者是这个比赛这些活动，通常都会是在这个录影棚。在香港也会在录影棚，香港小姐那些。那这次感觉就很特别，因为这个场地非常非常的有历史，然后感觉就非常的高级，有复古的感觉，然后又可以看到那么多美女。其实刚下午的时候彩排的时候有稍微看过，可是也不好意思的认真去看。对，那可能晚一点就要就是认真一点去看，然后。对，然后再让你知道几号。对，这张专辑叫《Sensation》，那是跟阿根廷还有巴西的一些音乐人一起组了一个乐团，这样，然后就录了一张爵士专辑。那在6月6号就会应该是全亚洲同步发行的，专辑名称叫《Sensation》。澳洲算不算亚洲？应该不算哈。有些人觉得算的，有真的真的有人当 Australia 是 Asia， 对，我当然是希望有机会可以来澳洲，就是发这张唱片啊，来宣传啊，然后再上你的节目啊，然后对啊，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还不错。澳洲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Gary 曹格，5月4号我会来到 Sydney 出席有 Mega GME 还有 Urban Agent 主办的澳洲涛女郎选秀2012 Grand Finale， 非常兴奋可以来到 Sydney 当表演嘉宾。如果想看到一群涛女郎跟 Gary 曹格的演出，就一定要在5月4号来到 Sydney 的 Town Hall 来支持我们。我是 Gary 曹格。